雕塑的眼睛被他盯着反复，比贝一头铁甲龙盯着还可怕。这其实是一双真正的龙眼，来自一头王级怪兽，从火山中孕育而生的黑龙。这黑龙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关主击杀他后，留下这双眼睛放入这黑龙雕塑，把守基因训练营，为的是要提醒学员，他们将来肩负着消灭这些怪兽。 保护人类文明的使命。啊，这些事，这是每个学员的战斗力积分排名，名次越高，占有的训练资源就越多，而只要累积三次都是最后三名的学员，将被直接淘汰。淘汰？不要以为进了精英训练营就可以松懈了，这里的竞争强度。 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。好了，都给我来！吃点啥？怎么快去了？好，他们就是精英训练营的学员。没错，精英训练营每年招收30至40名学员，名额的三分之二从极限武馆的基础训练营中招募，剩下的从全世界各地招募。哇！ 红夏，我接下来要带罗峰去测试，你可以自由参观，或者回入口处，会有老师接你去基础训练营。基础训练营的学制只有3年，而且学员数量远超精英训练营，名额争夺激烈，你以后得好好努力。嗯，明白。 我们到了，这里是九重楼，是所有学员学习、训练的地方。你的B级考验也在这里进行。